佣兵，这运气也太差了吧！我在那边看到个人，刚才看到一个影子走过去了。 看一下，哎，刚才雷达亮了呀！机械师，我说刚才雷达亮了，这一枪不好。 打针对了，这把可能要平，因为又没倒，厄运。 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我想蓄力刀的。这局八成是平了，平了的话我要重新再打一局。这局要么三杀，要么。 又没了，这医生怎么感觉带着怀表一样？有妹妹治愈。 守一个门。
然后这天气应该是要好了，还是用冰球。杀佣兵，佣兵没治愈。OK。这样一来，黑妹在开门，佣兵倒了，那个地方没治愈。这样一来就有机会了。应该足够他飞了，还行，这看给不给默契的对手了。十三，我靠，白打。很细哦，本来可以更快把他带走的。佣兵救。少一台电机，节奏他们亏，我赚。转不到墓地啊，二级区，应该装个封印的，刚才
那赢的局为什么要平呢？嗯，看来他也想来了。哎，上一把要是你们就好了，这一把是你们我亏。啊，是不是他都无所谓的，反正也是加两分。国际服的变版吗？希望结局也是一样的。他居然不走。弹香水了，修，农民没修的，并没有修人皇机。打中队了。
以为那是个磁铁，如果磁铁的话我就麻烦。把他打倒，他修不了电机了。而且还能省得他来骚扰我。把他挂了，传送到人王，还能把黑妹挂了。激起来了，黑妹没治愈，但是有一层。没治愈也得挂。挂了，我有加成，移动速度和插刀。然后去收电机，这个人不管了，佣兵自己肯定是想救的。收电机啊。他也没支气了，然后现在两个人在床上摸，这么快吗？个谜一样的，拼个磁铁，磁铁不敢修，传送好了。交不交？这就尴尬了，三个人全都没治愈啊。等会就不需要挂人了。你敢点吗？真敢点。胆子肥啊！
现在肯定在摸，然后还会有一个人去那个摸黑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打他一刀不认。然后小木屋后面有人肯定会绕。我造磁铁，走位，没走成。没有赃款，如果有赃款的话，好打多了。这边已经有人到了，是个佣兵。被磁铁了，应该有了。那我通缉一下，通缉佣兵。哦，没带，没带，那我带的啥呀？推演，机械十九，这也算，我还刻意往那边偏了，也算打的是那个人类啊。不着急，金枪结束一刀斩，不想打，行。
我既然没带通缉的话，那我带的什么东西啊？ 刚才这边不是电机动了吗？为什么突然又不动了？ 闪现不需要用了，直接走就能把他杀了。 去联手，人数拦截他肯定倒不了。
二名亮了，哇，斗宗强者，电好差呀！ 穷兵，佣兵修小木屋，磁铁，机械师的刀房，直接去。毛啊，应该放了。 这都直接就敢翻的，又没从小木屋过来了。 翻倒！哎，你这个刀什么意思？你赌？再来一刀，后遗症加一。 这结石还灵性了一下，翻出去让我挂，谢了。然后点亮电机的吉祥箱这边应该会来人救的，果真来了。 救不到，妹妹治愈，不用管他了，让他倒着吧。 调完电机还差，磁铁那台电机已经守不住了。你想水？等会儿。又没摸起来的，应该摸好。这大方。 可以，不行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没了呀，还输了。